你要我怎样领情？你国先生有不平不满，是你父亲死了，死在不公之下，死在阴谋之中，被伊至亲至友背叛，死得凄凉万分。你说得对，这是你父亲，所以现在能为他讨回公道，只剩你了。你就以为公道是天下人欠好人的义务，那你就错了。公道将来就是要用自己的手一些去争取的民众。过去本公能将你保护得真好，如今已不在了，你也该认清属于你自己的责任究竟是什么，还是重大吧。本王人